的胖到我看起来像娃娃？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吗？你娃娃，你娃娃，一个你娃娃。你刚才说小孩什么时候公开？夏雨桐屡爆怀孕，补藏了三血之甜涵，我们的女儿。反正就是好朋友嘛。反正就是好朋友，还是好朋友，还是好朋友，对对对对，对啊。夏雨桐和大11岁的孙协志好朋友当了4年，19号难得晒出情侣装合照，大家老爱问的好消息来了。刚才说小孩什么时候公开？恭喜老爷和媳妇人，原来啊是童鞋 CP 出任务，推出约会影片，带着女儿亮相啦。是家家酒一起执行关主的拍照任务，过程中夏雨桐和孙协志各自称爸爸妈妈，孙协志劈头就问夏雨桐：“我们的女儿呢？”随后嘞，还真的出现了5岁小妹妹，组成了一家三口。夏雨桐说：“当父母真的好忙。”并 take 孙协志：“爸爸，您怎么说呢？”我爱协助，协助爱。由于夏雨桐先前常被拍到 dating 的时候衣着宽松，老是被怀疑怀孕了。对此，童鞋 CP 也自嘲：“你们一直急着想要看我们的全家福，我们这不就拍？”拍给你看了吗？所以胖到被写是怀孕？有，那时候其实还不断的问我经纪人说是有多胖，我真的胖到我看起来像怀孕，真的有吗？真的有吗？但写字有多胖？嗯，其实我身边朋友都没有人说我胖啦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还好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们看我看久，他们也就是不觉得。然后直到真的结婚，突然问没有，我真的胖，我在跟他们说，我是真的胖，不要再骗我了。结婚是好还是该关系？聊到什么？包括妈妈有见过了。未来假设我真的有小孩，小孩养他长大是我的责任。当你长大了，不好意思，你加油。我会给你需要的家，还有心灵层面的部分。你要去追人家，你要被追，你要劈腿人家，你要被劈腿，这都是你的命。我不会干涉任何事。先决条件是你也别想要拿我任何钱。这部分没有啊，好了，没有，就是又要讨论这个事情，那就是在讲我的想法。也不会，不会，那不要把那个，你就说那个后面大荧幕，然后就有超音波的照片，放一张超音波的照片，大家哇，这是我阿姨。那我个人很担心他宣布什么好消息，因为他去年在高雄说，我一定会找到我幸福的时候，大荧幕是拍我妈。所以这其实我就在想，这个关系是该不会你要叫我一声爸？